往日家计会两个够晒数嘅哥仔长咗好多年，但系随住时代转变，好多家庭都减少生育，而香港依家正喺度面临人口老化嘅危机，于是家计会就推出最新嘅电视宣传短片，而鼓励年轻夫妇多啲生育，以及尽早做好家庭计划。家计会方面表示，今次广告嘅概念源于前年进行嘅人口调查，事关已婚妇女嘅平均理想子女数目，自过去一直下跌。虽然在2012年有回升的趋势，但是实际上仍然远远未能够达到生育目标，因此要大力鼓励港人多些生育。